今天花了100块钱到街上买了，买回来一张牛皮，大概有差不多40来斤了。这个牛皮就是特别难搞，这个要是搞得很干净，拿到我们镇上可以卖得到25块钱一斤。全部泡好了，我们现在拿到里面去，把毛去掉，隔离好，搞一点。这个牛皮现在搞这个毛是搞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搞到那边去用火烧。这些实在搞不干净了，搞了一天喽。这里是一头牛的牛皮全部在这里，实在难搞，扔了几块扔在那下面去了，丢掉了。现在我们抬回去火烧了。现在就这样慢慢把这个花给它烧了，难怪要25斤，这个实在太难烧了，一个都要烧好久。这个牛皮现在烤的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天黑了，明天继续再煮牛皮吃。